天辟九霄，北冥魏玄，显山恶。上场了，就这么想吞噬我吗？得赶紧逃出去。你接下的任务是司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也必须完成。你果然又要不顾同门死活了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当初选择做一个废物，为什么不安安分分地做下去？拒绝了力量的存活，你连我都救不了。没有力量，你永远都是废物。刚才那一出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心想要出卖你呢？我不奢求你还能信任我，但我希望你能让我继续帮他。不要，我不相信你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快些，再快些。不要，别放弃，我们等你。只差一点了。走了。先探明那处废弃暗库的情况。郭大明就位，没有发现目标妖兽踪迹。魏阳寒就位。等等，一群小妖正向暗口狂奔，老妖阴山寮应该就在附近。不要清理暗口，有此二人请进，我来准备复灵风行阵。阴山寮一旦入阵，行动必定受阻，把握机会将其斩杀。
不必，有我就够了。这就是饕餮草。